原标题，这个军的军长政委都牺牲叛徒和告密者，后来都没好下场。红军中有一个红二十九军，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只存在两个月，军长、军政委、政治部主任和其他高级干部全部牺牲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？1933年初，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省委委员李奋前往陕南组建红二十九军。2月13日，红二十九军在西乡县红庙子宣布成立，陈显伦任军长，李奋任军政委，程子文任政治部主任。红二十九军成立后，在陈显伦和李奋等人的领导下，在陕南与敌人进行了20多次战斗，与红二十六军南北遥相呼应，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。陕南军阀于是开始在红二十九军内部收买叛徒，进行瓦解。红二十九军游击司令张正万本来是由杂武装神团的首领，被敌人以重金收买。4月1日，红二十九军主要领导干部在西乡县马儿岩召开会议，暗中通敌的张正万带着张万、桂、刘忠信、严明发等人，利用部队驻地分散、军部兵力空虚之机，率兵突然包围会场，开枪射击。参加会议的干部和警卫员仓促应战，由于寡不敌众，40多名干部壮烈牺牲，这就是惨痛的马儿岩事变。在混战中，在警卫员于赵征等人的掩护下，陈潜云、李根和程子文突出重围，转入桃园子，藏身在玉佛部。4月5日拂晓，他们因为多日粒米未进，饥饿难忍，一起来到尹家岩的层家，掏出4块银元要曾家人给做点饭吃。他们忽略的是，曾家的儿子曾安云在红二十九军当连长时，因抢劫群众的大烟拒不交出，被陈显伦按军纪处决，曾家一直怀恨在心。此刻他们巧逢陈显伦和李奋、程子文，正是求之不得，认为复仇的机会来到了。曾家夫妇一面笑脸相迎，殷勤接待他们，一面暗派女儿向张正万告密。张正万闻讯，立即派兵前来缉拿陈潜伦、李根和程子文，不幸被捕。随后张正万将他们带到墨子坪，第2日纠集反动神团100人开会，处决陈潜伦和李根等人。在刑场上，陈潜伦、李根和程子文临危不惧，放声大骂张正万，最后慷慨就义。牺牲时，陈潜伦27岁，李根25岁，程子文22岁。因为张正万等人叛变和干部被杀，2000多人的红二十九军基本解体，残部约120余人，在副军长刘瑞龙的率领下，改编为陕南游击队，不久进入四川，编入了红四方面军。但是这些叛徒和告密者后来都没有好下场，张正万后来因为内讧逃到四川，被人所杀。告密的曾家女儿后来病死，夫妇俩双目失明。红二十九军失败28年后，1961年，有关部门对马儿岩事变进行清查，跟随张正万叛变的张万贵、刘忠信、严明发等人被缉拿，之后被处决，其他活着的人也都被判处徒刑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